超震撼。2019最新重庆形象片发布，多个的标入镜。8月25日晚，2019新版重庆形象片在各大媒体发布。时长35秒的形象片分为山水、人文、都市三部分，用22个画面讲述了重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优美生态，传统与现代完美交融的都市风情。长江三峡西起重庆市奉节县白帝城，东至湖北宜昌市南京关，全长193千米，沿途两岸奇峰陡立，峭壁对峙。自西向东依次为瞿塘峡、巫峡、西陵峡。周家山大桥位于重庆渝北区古路镇的周家山，传说中的重庆版牛背山，位于重庆与湖北交界处，距潜江城北部20余公里。新版重庆形象片除了展示两江环抱的渝中半岛、灯光璀璨的洪崖洞等重庆传统美景，你心目中最具代表的地标是否入围呢？